39.9块反季清仓处理一批加绒加厚的摇粒绒外套啊，家人们，它这个呢是去年的一个老款，现在要给今年的新款腾位置，所以才会有这么便宜的价格。缺码断色的，如果刷了还有自己能穿的尺码，真的可以闭眼去入。这个衣服拿在手上就能感受到整个质感真的特别好，它外面做的是这种高织高密的摇粒绒面料，像这种面料不仅摸起来软糯亲肤，而且它真的是贼抗风啊。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小立领的设计，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，直接把这个拉链给它拉上头，就像是围了一个围脖一样的，超级的暖和。衣服两边的口袋都是带这种拉链的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专属的小皮标，看到没有？胸前的位置还有这样一个万针刺绣的设计啊。它这个袖口呢，做的是这种收口的设计，冷风钻不进去，暖风也跑不出来，保暖效果真的是超级好。再给你看一下它这个衣服的内里啊。里面铺的满满当当都是这种又密又长的这种绒绒，看到没有？就连人家这个袖子里面也是这种绒绒啊！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穿它在身上是有多暖和啊！而且呢，衣服两边还单独做了两个超级大的这种内口袋，平常可以装一些贵重物品、烟啊、火啊啥的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掉。它这一款呢是不挑年龄、不挑身材的，家里边老公老爸都可以去穿。而且呢，它上身一点也不显臃肿，就是这种比较修身的。这一款咱们一年四个季节可以穿三个季节，春天秋天直接当这样一个外套来穿就特别合适，等到冬天的时候可以直接穿在羽绒服里面当一个打底来穿，保暖效果也是超好的。链接里面有好几个颜色啊，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去选择。它这一款最大码可以穿到200斤啊，如果刷的还有自己能穿的尺码，我建议拍两件回去啊，还能换着穿。捡漏了，快来给老公老爸抢一件加绒加厚的摇粒绒外套，它是之前的大爆款，因为断码断色，商家现在清仓处理，39.9块到手一件，还送了运费险，到货之后我们可以放心的试穿。这件衣服拿到手上的质感就非常的好，它外面做的是这种高织高密的摇粒绒，摸到手上的感觉就是又软糯又亲肤，很抗风。这立领的设计就特别的好，刮风的时候我们把领子拉上来就特别的保暖。它的这个拉链是定制的皮质拉链，质感就很好，两侧也做了这种拉链的口袋，胸前是这种万针刺绣的图案。再来看它的袖子是这种松紧的设计，天冷的时候也不怕进风，就很保暖。再来看一下它这个里面也是很柔软的毛毛，非常的亲肤，又长又密的绒绒，你随便怎么揪随便怎么拽它也不会掉。而且你看一下它这个袖子里面也是满满当当的毛毛，想象一下天冷了你这样一件衣服裹在身上有多暖和。它内里的两侧做了两个口袋，装个手机装个钥匙就很安全。它这个衣服穿上身也不会显得臃肿，而且不挑年龄不挑身材，老公老爸都可以穿。现在断码清仓，快去拼手速。天真的越来越冷了，你们赶紧去给老公老爸买这种加绒加厚的摇粒绒外套哈。这个呢我是花30多块钱买的，收到货这品质啊，我老公还以为我花了100-200呢。你看人家这个内里哈，全都是这种又柔软又厚实的长绒，冬天穿着能不暖和吗？它这个是去年品牌定制的一批货哈，卖的可贵了，现在呢只剩100来单的库存，而且颜色尺码都不全了，所以全部给咱便宜处理掉了，关键才30来块钱，还给咱送了运费险呢。就这个品质呀，收到货你就知道它有多超值了。你看它这个内里哈，从领子到身上，包括它袖筒里边呀，一点都没偷工减料，全给咱铺满了长绒，冬天穿着可暖和了。就这种绒呀，不管你怎么揪，你看它都是不会掉毛的，质量特别好哈。而且它外面呢给咱做的是这种高织高密的摇粒绒，摸上去软软乎乎的，不管机洗手洗都不会变形。它整体的一个做工走线呀，就是板板正正的，一根多余的线头都没有。而且这里还给咱做了一个带拉链的口袋，拉链上还有一个小皮标的设计，可精致了。这内里呢也做了一个大口袋哈，装东西特别方便。你像这种简约大气的款式啊，不挑年龄也不挑身材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小立领的设计啊，出门的时候把拉链这么一拉，一点凉风都钻不进去。包括它袖口这里也给咱做了这种松紧弹力的袖口，不会往里钻风的。你像往后呀，天气越来越凉了，就像这种加绒加厚的外套哈，穿着就正好合适。链接里边有好多个颜色可以选择的，这个最大码能穿到200来斤，你们刷到了呀，就赶紧给家里的大老爷们都去整上一件。